好啦，咁我帮你一次咁多啦。咁先系 friend 噶嘛？嗱，我今晚即刻帮 Justin 写封推荐信。唔使啦，其实我谂住咧，咁多年交情，帮你一次系唔想睇住你间公司执笠噶咋？我冇谂过得到啲咩个人好处噶。虽然我帮阿杰申请到贷款，但佢公司最后都系破产收场。银行后来怀疑我收贿协助阿杰，向廉署举报咗件事。